你看，个个都是孩子出毛病。你们大家说说，这个是这个真的人很可怜的、啊。讲吧，讲吧。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谢大慈大悲的卢台长，谢谢你。我现在儿子就职连犯案，变病毒性肺炎，之后得那个病后遗症癫痫。现在是10年了，你用不着讲了，我已经看到他身上那个人了，我已经看到这个人跟他现在长得很像，你看你孩子那个脸、啊、是他的双胞胎弟弟。对，大家说台长厉害不厉害、我看你们拜这个师父没有吃亏呀、啊。他已经收了5000多个弟子了，你们好好修，好吧？现在我们就练了920张小房子，质量不好，就收到400张。你们怎么练呢？我练心经跟那个七佛免罪真言，他就练了。大悲咒，我帮你看看是谁念的不好啊？你念大悲咒和七佛，他念心经。你念心经跟往生咒，是他念的。恩都是他念。哎，他念的比你好。你大悲咒没念好。大悲咒。嗯。你要念心经，七佛灭罪真言。那你老婆念的大悲咒是吧？是啊。那就是你太太没念好，大悲咒质量太差了。你想不想你儿子好吧？肯定是，肯定。跟你老婆讲，你想好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念呢？你大悲咒念得这么快，里边还漏字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逃都不要逃了。好了，重新念，回去好好念，好吧？你赔1200张小房子，1200。哎，你看看你儿子好不好？双胞胎跟他一样。好了。